欢迎回到今夜话说周五放轻松的大年初五新春特别节目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洋腔洋调共贺新春，可是结果我发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来宾，有一位本来就应该国语很标准了，另外一位我们马上来揭晓。先介绍这个是湾区知名的音乐家何小明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各位观众晚上好，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位主角啊，赛米，你好。你好，跟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啊。那新年到了呢，我想祝大家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哇！一开始就一鸣惊人吧，所以完全没有洋腔洋调，他的中文怎么说这么好啊？我觉得你要不要拜他为师？我的天，而且是那种金片子，对不对？就是非常非常字正腔圆的。赛米，你是在哪里学的中文啊？我是在中国学的，甘肃省兰州市啊，学的中文。所以你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到中国？当时才八岁，八岁。我画面一直好难想象一个伊朗籍的美国人说中文。我一直觉得他在戴面具，很想把他抓下来，是不是中国人？怎么中文讲那么好？所以在那边学了多久的中文？大概16年左右了吧。然后之前多久前回来美国的？三年前。三年前。可是经过了三年，你的中文还是讲得这么好啊？是吗？还是有在练习吗？还是在练习啊。学校有中文班，我就上中文班，忘掉了，那太可惜了。忘掉了还是别忘了。哎呀，长忘了，忘掉了呢。好像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，真的很标准哎。你的老师教的不错。可是你爸妈会说吗？他们会说一点，也不太流利。不太流利。讲汉语的时候还是有点结巴。结巴。我希望我都要结巴。我希望我学英文可以学六年的时候，就可以像他这么厉害，对，很厉害的，对，他很聪明。对，老师是怎么发掘赛米这个？赛米是，我想想是前年的中秋吧，我是中秋搞了一场，我是做一场晚会的导演。就是说我希望找一首能够所谓的外国面孔的孩子能够唱中文歌曲，他的小提琴老师吧，张磊老师就推荐了他，我约他到我家来，我也被他的歌声给震撼了。他已经没变声之前，我也很震撼，耳环都掉。他没变声之前，他唱李娜的那个青藏高原那一声高亢声音出来以后，我觉得唱得非常的好听，那个嗓子条件是。可惜他现在变声了，还是长大了以后声音变了。但是我觉得中文歌曲唱得好，是那次晚会他唱了两首歌曲，起到非常好的反响，所以一发不可收拾。那个华人的演出来就经常会可以，你是已经初三了，那个出道了。那老师觉得他的歌声最特别的地方？第一个是呢，我觉得他把中国的音乐，他一个模仿能力很强，对不对？理解说对民歌的也好啊，这种掌握的风格的分寸掌握的很好，一点不夸张。就是说他最擅长的是什么？他，我觉得他目前的话呢，他实际上他学的是美声，唱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因为这种场合的晚会，我必须要求他去唱一些大家熟悉的民歌之类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，就观众更能够有共鸣。共鸣，对。觉得就是说，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会让他有一个更大的施展空间的话，让他唱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。对，那今天呢，赛米就要现场为我们表演一下啊，他的歌声。他一直跟我强调，你一直跟我强调说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唱的可好了，现在变声了。但是呢，其实我刚刚听了还是非常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让观众啊有这个机会听，伊朗裔美国人小朋友唱中文的民歌。这首歌是什么？草原之夜。好，我们现在啊就洗耳恭听。他们的导播也很震撼。我们现在是要放《草原之歌》，这个是再下一段的，所以我们要换一下 CD。其实刚才我知道你在来我们电视台的途中，还在听谁的歌啊？你告诉我。哦。刀郎的，我在 CD 一打开，我一个刀郎带着他网上听的是刀郎的，我说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妈妈也很喜欢。你喜欢刀郎哪一首？
是我母亲喜欢，当然我还觉得还可以，我喜欢他的歌曲，他唱歌就刚刚你漏了两句的，车上我就唱的挺好的，就随便来两句吧，音乐没来之前。嗯，2002年没关系，我们哎，就我们现在音乐已经好了，来吧，好吧，草原之夜。美丽的夜色多长景，草原上知了想我的琴声，想给远方的姑娘写份信，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信。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看着你的脸，我真的完全不会以为说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外国人在唱中文歌，好标准哦。老师，你还说他其实有另外一个拿手歌曲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拿手歌曲挺多的。刚刚在路上唱了一个新疆的民歌，那个哦，那些都是我小的时候唱。小时候唱新疆好啊，什么青藏高原、红梅花儿开。好地方。唱两句，唱两句。哎呀，现在这首歌唱不好听。你会不会唱周杰伦的歌啊？这不会，我最近都没有听很多流行歌曲。我从小到大，我听流行歌曲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就是比较喜欢传统音乐，喜欢民谣、民歌这些。就喜欢就经典名曲啊。在路上听的这个《为祖国干杯》。哦，你也会唱吗？以前会唱，现在来个两句吧。声音变了，不会唱了。现在倒是您甭客气了。没有，实话实说，真的。好可爱哦，戴米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呢？不清楚，可能我现在就打算在未来去学建筑。学建筑，建筑对哦，要当个建筑师啊，会去再回去中国看看吗？有可能吧，回祖国看看，跟祖国干杯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光在音乐上面，不光是会唱歌，他还会自己去编曲，用电脑去做音乐，他非常聪明，而且是学小提琴。因为在除了唱歌以外，自己用电脑去编乐，经常跟何老师，你看看我编的音乐，我觉得他编的他非常聪明，多才，他可以用电脑去做音乐。好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，等一下还要介绍另外一位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小朋友，别走开哦。